要剪掉，要剪掉。早期在做的，以前的做工比较细致啊。对。哇。以前这边是有那个戏台可以给。布袋戏或者是歌台戏，以前什么戏台？现在哦，阮家较早头前哦，有一个戏台，啊，戏台了，就变那个时代在变迁哦，人龙那不像，人人家我们就把它打掉。哦，也是这个请示土地公啊，还要盖。又哦，是这牌楼是后来的。对，我这是一百年前那个。哦，那个歌仔戏有差不多十年了，对，然后一年300多，差不多十场。那我们就是大在外面大戏台，大戏台，对对，都大临时的，对。啊，那这样因为你戏台起码吼使用率不高嘛，对。啊，现在布袋戏演的比较多，啊，布袋戏拢下来了，拢买完，拢下来，对，拢下来，所以讲后来我们就考虑到说，哎，庙都要改，要把它重新再让它不一样，就让它不一样，把它的戏台过来戏台，它的护网也怕会有危险，我们就把它打掉，改建台，了解，把它拍有料，香火更盛。布袋戏跟歌仔戏是你们另外再请人家来表演，还是你们自己？没有，那个都是用钱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自己没有那些人，但早期的。蓝管它是叫做土地戏哈，那一些人是家己会使搬抓起的。你看，像现在北管他们在外面在排演的时候，本宫出来出点的人，他们也是用唱起的，跟那个演戏一样，台仙呐、啊、他们也是去人家帮人家神明做台仙，他台仙那个会唱起。他以前是在演戏，会演戏。他们以前那个叫土地戏，就租点那边，哎，八千万没有办法，现在没有人可以。是哈、哦。啊，一般拢抢，一般拢搬移拢抢，货币。对，因为抢起码较少啊，好像准备搬移，起码席子搁在戏哦，也慢慢他们也不行，因为像差不多到三万块左右。哇。普通对，啊，三万块一二十个人，对啊，动起来嘛，不对，也不好，也没办法。你一个戏台房几高呢？我那搭一个临时棚。
就花了1万多块，这整个就4万多块啊！啊，家里也多了，三个要三，他们加一倍。哦，刚好有节日、啊。对，哪一个都节日正都加倍了、啊，那他们都翻倍了、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啊，包容价平日都是比较便宜的，你啊，如果大节日的，一种还小还双倍价钱。有没有因为这几年刚好有疫情的关系，他们这样的活动，抽成的活动就变少了？对，现在这疫情关系嘛，像讲有影有影，无影无影。啊，所以讲，因为其实来讲，我是讲为什么还要在办这个绕境的活动？希望说也借这个活动的时候出来外面绕境的时候，啊，像郭大有时候在扫瘟疫一样嘛，出来拿来讲在新闻出来了，因为整个地方会比较平静嘛。然后所以关是说出来养，也哎，就把它动一下就可以这样。其实都很做，我们都做很多公益啊，很多公益哦，像一些低收入，我们都做很多公益的。在公庙，我们经常说有什么需要协助的，像一些学校啊，像我们都会医院啊，都父母都会在协助，所以我们会帮他们。嗯，有时候需要我们庙这边来协助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公益的是没有办法。福清宫对，这医院哦，仁德医院、阳明医院，他们都配合服务。它是结合庙宇的，因为它要有一些资源嘛。对啊。庙提供一些场地啊。对 对。那我们就来找他，一家是把那一些医疗带到社区，嗯，就是帮人家做一些问诊，都是不收钱的，都是他也不收健保卡，农村这些医生哦，民的租赁哦。来服务啊，他把差不多带到这边来，哦，这里面都有一些疗程，他也到家里去，你也没上出来，我们就安排他们去家看，是关怀社区，对，他们就是沿着医院在做，已经做了3、4年，把戏，你外公是人这只要是关系到以后就是老做生老病死，怎么让这些活得健康？对。他不会快乐，他只能让他你要走的时候，大家也不要怕，因为是早期在那龙，那龙有小威龙，一个人往生了，很多人都会来帮忙。对，像一个人往生走之后，觉得他不敢来啊，怕，对不对？以前的人就也不感情他，伊袂惊嘛，拢来恁家来斗开始来看，你一个棺木一样嘛，啊，即摆看一个棺木就走，就变成说那个时代变迁不一样，会怕。啊，现在我们就说希望说。感谢老人哈，就来家送客。我们这边也有供餐嘛，会让他上课，让他聊。他们阳明院每都会请老师来，就讲一些比较好的课程，让大家比较会了解到，你就是讲以后这老人家照顾老人家，你帮忙妈妈帮忙你，然后变成以后就变成这样，因为做健全嘛，吼，我应该讲啊尽量可以，但讲了解一寡吼。卖一甲油啊，你要油要懂嘛，所以我们都说在先导嘛，火力那面临到要走最后一段路也不会怕，啊，大家拢袂惊啊，啊，你好，你大家好，全部在一起，你看，就这样就很快乐，这样很安详，这样走掉，也不会说当大公啊做悲伤的，你公爹会惊嘛，啊，就讲慢慢利用经过这客人的关系来讲，大家来家抬杠来家。总爱加讲互动，对，就变成这样，慢慢就久啊，就是像这个金马一条问他来这边都有40、50个，真的、哦，那还蛮多的。像我今天嘛，用